啊，俺们的影后啊，杨紫琼 ，OK， 不再是大动用，而是 dance real，OK，、okay, 但是你杨紫琼 ，OK， 本月5月24日在美国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2023年半吉日啊当演讲嘉宾 ，OK， 向莘莘学子。分享了三个成功的小 tips， OK， three tips for success。第一是什么呢？哈， stay loose， 保持放松的心情， stay loose， OK。第二呢， know your limits， 啊， limits 的后面啊，就是有 s， 就是种种极限， OK， 了解你自己的种种极限。还有最后， find your people， 找到自己人了。嗨，大家，我是郭马生，大马欢迎仔。我跟你说了 ，OK， 我们单身用 OK 讲的最对的是第三句 ，find your people， 什么意思呢？就是找到你的人脉。对，你要有人脉啊，什么意思？要有人认识你。OK， 你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都懂。OK， 如果没有人认识你的话，你只能住在深山里，就是莽夫而已。OK。如果有人知道你有本事 ，OK 也没有用。普通人知道有本事没用 ，OK 要有能力的人知道你有本事，而且舍得愿意栽培你，你才有用，对不对？我先看过一部戏啊，应该是《花园约好》啊，那个关谷英啊、关菊英啊，对那个云秀强、云秀阮朝祥好像没有念错啊，就是搞笑那个哈、啊。说 OK， 其中一啊有一段戏说 OK， 你说你行你不行 ，OK， 人家说你行你才行，最重要是行的人说你行你才行，对不对？就是有 power 的人说你行，然后还要栽培你 ，OK， 让你上位你才行 ，OK， 这就是我们的 Dancing Yo 说了啊成功的小贴士。啊，第三个贴士就是 find your people， 啊，找到你的人脉。对了，哎 ，OK， 这一次是分享到这了，谢谢大家收看。觉得 OK 的话，给我一键三连，或者是 follow my channel， 或者是 OK 啊，漏了一点，漏了一点。最后，杨紫琼中高学生啊 ，OK， 说什么呢？Stay loose, be smart, and go with love, and then leap again, and then leap again. 就是呢，要保持啊放松，然后要聪明，然后呢哈 ，go with love. OK 啊，我的理解是哈，要用爱来行事啊，行事做人呐、啊。然后呢，跳跃，然后再跳跃。然后再跳跃。Stay loose, be smart, and go with love, and then leap, and then leap again, and leap again. I look forward to living in the world you'll all help build, and I am honored to have been one small voice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journey. Thank you all, and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Happy graduation.